马上要带你来看看顶级鸡精的商机，就是业者跟鸡农用这个跟蛋农来合作，产生了这个高级的鸡跟高级的鸡蛋。而现在就有饭店的业者看准了这样子顶级的低鸡精的，有30到40亿元的这样的市场范围，就特别选用这只哦，要价1000元的高档鸡，花上12个小时去蒸煮出这个顶级的低鸡精。活蹦乱跳的鸡群，这里是30年老字号鸡蛋供应商的秘密基地。但现在这些鸡不拿来生蛋了，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。鸡骨打碎，鸡肉切开，不加一滴水，慢火蒸上6个钟头，一只鸡只能够滴出260克的顶级低鸡精。ECC 的低鸡精要价2.5元新台币，就是看准一年高达30亿的鸡精市场。从事鸡蛋产销达30年的古荣海更直言，顶级的低鸡精未来还有超过10亿元的市场蓝海。第一个会侵蚀传统的鸡精、罐装鸡精以外，另外一个会造成有些人不喝鸡精的会来改。会来新加入喝低鸡精，大火蒸12小时，逼出鸡肉精华。五星级饭店也推出自有品牌，抢进低鸡精市场。我们会经过三重的过滤，滤得很干净，这样子啊，滤到它晶莹剔透的，整个鸡精看起来。只选用吃了顶级巴西蘑菇，一只要价1000元的蘑菇鸡，2.5公斤的高档鸡只能萃取出600cc 的低鸡精，更让这金黄色液体1cc 就要4块钱新台币，创下台湾最高价。而这一滴滴黄澄澄的机制，也真的让鸡精变黄金。中天新闻台北嘉义综合报道。